这些东西你要拿去扔掉吗？是啊，都是一些厨余垃圾，也没什么用了。那多浪费啊，这么多骨头拿来给我做化肥多好啊。吃剩的骨头还能用来做化肥，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一个亿。切，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仅难做而且超级简单，我就勉为其难教教你吧。明明是你自己有求于人，居然还这么趾高气昂，我看我还是拿去扔掉好了。别呀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那你快说说应该怎么做。首先把骨头装进高压锅里蒸30分钟，然后敲碎。都放进高压锅里蒸那么久了，这骨头敲起来怎么还是这么费劲？嫌麻烦，你给我去买脱脂骨粉呗，花店里有现成的。算了吧，我可没钱。然后要怎么办？把骨头屑和河沙按3:1的比例拌匀，放进花盆底部，最后在上面垫一层土就完成了。我感觉我又重新充满了力量。